在这里，即将迎接一次激光电子模拟战术对抗演习。 在社会生活中，随着激光越来越广泛的被应用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研制出一整套激光电子模拟器，为部队训练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。头盔、枪支、坦克、飞机、火炮等各种兵器，安上激光接收器和激光发射装置，便能使对抗演习不费一枪一弹，获得酷似实战的效果。 5动8式机起飞，5动5发现目标以后可以空战。 演习双方歼击机展开空战，飞机上装有激光模拟器。当飞行员瞄准目标，按动发射按钮时，激光束便射向目标。目标机上接收到激光束后，拉烟装置自动冒烟，被击中的飞机射击武器自动锁闭。 射击时间、命中时间和中弹数量被自动记录下来。强击机、轰炸机上。 装有电子模拟轰炸设备，投的不是真炸弹，而是无线电脉冲信号。命中目标后，地面接收器自动显示效果。这套模拟器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，可以在任何条件下选择任何真实的目标进行轰炸训练。 击中了目标。
参加演习的空降机降部队都装有自动激光模拟器。一名伞兵被击中，又一名伞兵被击中。被击中的战斗员手中武器自动锁闭，失去战斗力。地空导弹对远距离飞机实施截击，出现在荧光屏上的是地空导弹模拟飞行轨迹。采用计算机数字仿真技术来模拟弹道，当雷达跟踪目标航迹与模拟弹的轨迹遭遇时，计算机便发出无线电指令，目标被击中。坦克激光接收器喷出红烟，显示已被击中。战果如何？电子模拟系统自动记录和统计出双方伤亡的数目。这些模拟器材用于合同战术训练，不仅可大量节省经费，还可以演练实装实弹难以演练的课题，大大增强了指战员的战斗意识。